难了。野外真的太难了，不如还是直接射比较好。来了。啊！这种不动的人，我们去抄起来被宣犯规。哇！基亚还是要转的姿势。哇！三角战术。David， 传不出去了、啊。跟谁在按这个啊？哎呦，刚刚好射门不好吗？我这只手把没有传球线。嗯，还跟手把有关系啊、嗯？对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啊。哦，干，犯规了。喂。David。Gonna get a try.Well, what more can you say? That goalkeeping at its very best. Peters. David. David.
得米利就好了。哎。哎。Going to end up being productive for them.想办法给我，给不到。完全没办法，全部都在盯我跟你。对啊，没办法。干小黑的超球啦！好球好球 ！David， 啊 ！And the referee blows the whistle. It is a free kick.后排啊，顶不到后排，然后后排比较空的。And with that, the referee blows the whistle. That is going to be all for the first half here in Gelsenkirchen. Who's the daddy? I graduate with honor. I bonk. What's that? Say. 来了。哎哎，不要传炸弹啊！哇哇！靠，这直直往前踢就要有了。干，他忘记开传球线了。那你可以现在去开我灯了。现在可以开吗？你现在可以。直接在里面。
picks. Bale. And a good challenge to bring that attack to an end. You want? Yeah. Yo. 如虎添翼。 一样，我掉后排，你跑在前面，我掉后排，我就说我掉后排，啊！你在跑前面，给你，他们全部人都站在那边。 我在掉后排，啊！战术角球，哇，又是David。战术角球。我刚看到位置，感觉越位，站那边那个，感恩了，感恩了。 哇！没办法，我只剩这个角度。没事，没事。越位，越位，越位，这次越位。 一模一样，真的是一样的战术。还有。 不要按啦，这是空间够啦。来不及起脚。哦。 David，那你表现了什么？Well, there you have it. The away team have had so much of the possession, and as a result, dominated the game. Some of their passing movements. 我不够壮，我冲不出现。我把手给你看到了。哎呦！哎，差一点就可以起脚。 就差一个起脚的机会，进去。Cool。 冲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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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击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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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干！体力垫底了吗？这来回跑这么快，那个。干！你们瞬间撞到一堵墙。 回传！回传！
能往上带一下。所以呢，Yeah, it's been one of their better performances this season, that's for sure. They just need to keep their composure now. No silly mistakes at the back, and they should be home and dry. Good looking ball, there could be a chance now. He's up. What a vital intervention. 奇怪，我这次怎么好像是打到他们的后卫？你先打他们后卫，没错啊。啊，变笨了，那个人出脚。奇怪啊，看看那个，我是说那个路径怎么不像我射门的路径啊？我是看他出脚。哇，意识到了，意识到了，没关系，没关系，我已经闻到了一个气息，是胜利的滋味，我们居然史无前例，太不可思议啦，谁说我们不适合联赛六的？哎，真的是扯！那我们前面在输什么？哇，好扯哦！哎，这一场都踢得很好，都领先有分数。两场没掉分啊，连续两场没掉。哇，上一场就是一分，我这场跟上一场都是七分钟进球啊。啊，只是上一场进一球，这一场后来后排战术 ，We be the damn 又多进球。对，我干扯哎！我们前面到底在输什么？前面因为人多吧。现在可以怪罪到老了。好了，可以了，停留在联赛六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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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拜、okay, okay, okay,。但我第一球也好帅。对。第一，我们每球都蛮帅的。第二球更帅，说实在，第二球更帅。因为一开始你过来的时候，他们没人跟着你过来的时候，我就没办法传后面，所以我就开短的。